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，我今天在人在澳洲雪梨，1000块不知道在这边能买到什么，1000块大概等于40块澳币吧，1000块，40块澳币，不知道能买什么。宝贝袋，袋鼠的宝贝袋，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袋鼠的宝贝袋是又称幸运袋啦，这个是那个澳洲土著他们的幸运袋。那个袋鼠啊，袋鼠很强，它一晚上可以让7个袋鼠怀孕，所以一夜7次啊。我们看一下1000块能买几个好了。1000块只能买3个，但一个价值大概在13到15澳币左右，那1块澳币等于目前约24块台币，所以一个宝贝袋。300多块，只能买3个，而且你会看每一个的宝贝袋，袋鼠宝贝袋长得还不一样，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。没错，这是只有公袋鼠才有的宝贝袋。我来拆开一个，看一下它的触感到底怎样。我现在就摸着袋鼠的袋袋哎，这种触感其实就跟摸一般的皮革差不多了，只不过想起它是袋鼠那边的袋袋，就有点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有没有？把手伸进去摸看看。不知道怎么形容，等一下它有味道飘出来了，闻一下，要舔吗？舔一下好了，好了，没什么啦，就是皮革啦，只不过想到我在舔袋鼠那边就觉得不舒服啊，各位，100%。澳洲制造，我相信其他国家应该没有这种纪念品，毕竟袋鼠应该就是澳洲特产吧。其实它这个伸进去的口啊，大概只有2只手指头宽啊，能装什么？大概就你装印章啊，装零钱，大概就差不多了啦，就。老实讲，你不能装些什么，还蛮有纪念价值的，说不定戴在身上还会膨胀，有没有？放久了，热胀冷缩，它就会膨胀，说不定就可以装更多的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讲不下去了啦，宝贝袋，3个，拜拜了。